就是要抽贵一点啦、啊，反哎，可是正我你哎，上这个不次。错吧？M9 刺刀呢，1400美呢，终于把3万多块，4万多块，这个感觉很屌哎、欸，30块美金可以搏1000多块，Pro 级别的哦，很破哦，直接五格了啦。不要啦，我慢慢来哦，两抽两抽来哦，两抽下去你知道多少吗？1800，修啦修啦，修啦修啦，抽了啦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刀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红色的。哎、欸，赚嘞、欸！哇，一个80哦，一个80哦，哇，印花旗很贵，很好看哦，赚烂了，薛海，哦，你赚32美金呢、欸，今天刚抽就赚烂嘞，来来再来再来再来，这箱我就跟你说了，CP 值很高，来刀，哎、欸，哇，滑过去，哎、欸，差一点赚一枚，对，赚一枚，哦，这个箱子就很屌，就很佛心，CP 值就很高，哦，哦，两把红色，哦，又赚了、欸，我、哦、靠，我靠，哎、欸，18美。Skin Club 是一款真正的理财游戏，然后都一次输光，不要吵了，一次输光，赌徒心态哦。前面先爽，后面让你下地狱。OK，60美变成23美，马上就来，一次输回去。等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下每日宝箱。哎、欸，又一把红色的，哇，80，靠腰，一直赚呢。好，我先看一下每日宝箱。好狠哦，一直赚呢！来看一下，他好像抽满一定数量，他每一个等级都会有那个宝箱，但是可能就抽不到什么好东西啊，有跟没有一样。不过还是要奉劝大家一句，不要上头，对，就小小抽就好。如果真的要抽的话，来把刀吧！哇，哎、欸，这把很多刀哎、欸，但是都不是我的哦，红色，亏，妈的！啊，我应该卖掉。哎、欸，来喽，配乐来喽。啊！两把金刀擦身而过。哎，还有两把一样的，完了。金刀。哦，有过了。来一下吧，来哎。欸哎、欸，没有，没有啊！哦，这个吧，很多金刀，很多金刀，但是都不是。哎、欸，红色的 USP 血海98层钻，这不是脑皮层吧？脑皮层不是那个吗？哎、红色粉色的，那98好蠢！哇，一把就3000美，快3000美，哇！啊，先卖掉。我们就是要无限的把我们的钱放大再放大哦。那是美金哦。啊不然嘞？啊不然台币吗？啊不然台币？哇，差一点！下面一位，哎，就差一点，中了，没中，中个刀吧，中个刀吧，刀啊！啊，Miska Muska，操你妈！来喽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来喽，金刀！金刀，金刀，金刀，金刀擦身而过。来喽，各位，这边有五连抽哦，上头梭哈，150美金哦，这边一抽下去就是4500台币哦。来，3、2、1 ，Go！ 啊，也没有给我个音乐哦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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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怜了，150的话剩下84枚啊！我们应该适时的，就是就放下这个，再卖哦，再卖，把600美全部提出来再抽了。哦哟，不是啦，哎呦，真的假的啦？好的。再卖几把？假的啦，假的啦，不要上头呢！啊，冲了啦，冲了啦！我们把那个全部选择好不好？全部选择，然后把那个我要的给它弄掉。哎、欸，这把、啊、算了，卖掉卖掉，那我就留一把就好了。好啦，出售了啦，520美哦、喔！出售了啦，小钱呐、啊，小钱呐、啊！我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哦、喔，哪怕是剩下最后一枚哦、喔，只要抽到那把刀，就是直接单车变摩托。欸、对，只要抽到那把刀，单车变摩托。好不好？单车变摩托，各位，摩托直接变汽车都不是问题哦。我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单车变摩托。
哦，走起！上头喽，这个人。Miska Muska， 操你妈！金刀出来吧！金刀，这个人，金刀，这个人已经上头剑开启啦。我觉得我们去旁边转那个便宜的就好了。最后一次，真的真的最后一次，真的、啊、最后一次、哦，真的真的。等一下我们去找那个，啊、最后我们去战斗。等一下我们去战斗，这个最后一 次,、啊、后一次下去。啊、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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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头上头！哦！哦 ！OK， 我们旁边，我们旁边去玩那个便宜的。我们玩杀啊！我们玩我们玩杀，我们玩杀，我们玩那个战斗就好了啊！我们玩杀。那个刺刀不太适合我们啊，应该蛮便宜的哦。哎、欸，这70哦。啊，玩下去了呢？这有吗？敢玩了？你可以叉叉吧。我进去了。一起白痴哟！白痴这一个70美呢？来，没关系 ，PK。啊 ，PK，OK。PK。我们只要尬赢了，钱就是我们的。你现在好像两把是不也是输的？哎呦，这是 BOT 哦，一把啊！靠压12美，杀小啦！你错赛啊你！完了要尬输 BOT 了，完了！那光这个12美，他妈你要翻盘了！我的钱要被 BOT 回收了。10美金，再见！啊！不会不会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！目前还在慢慢的赢回来，还有机会！啊！又输了。这可是有12美的差距啊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我们还有几个箱子，还有17，还有7回合。靠呀，21美是怎样？他偷开外挂。还有 G 139美，外挂！哎呀的，可怜。靠腰。哦，怎么赢啊？这怎么赢啊？不是，他那个100多美是要怎么赢啊？哦。这13美啊，13美加这个，便宜的哦。来来来，来啊 PK 啊，哦又是 BOT， 没关系，这把我很有自信。11美 ，OK， 11美对 0.69 美，再见。OK， 谢谢，谢喽。再见咯，谢喽。人家一个颜色比我烂的还可以赢我。OK， 谢喽。OK， 我、哦、还可以转表情呢、欸，穿哭脸，所以哦，哎、欸、，BOT 再度回收我的钱钱。我刚不是开局好像900多美吗？现在好像剩200，现在剩300美呢。靠腰嘞！哦，好饿啊！哎、欸，不会哦，我们就要靠这个发家致富哦，就是要赌性坚强，你知道吗？多少？真的吗？稳的吗？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个宝箱，我等一下要开。哎、欸，赢了，赢了！总奖金47，不是啊？啊，一场50块呢？哦，啊，赢了还是输？赢了还是亏是怎样啊？哦，我记得好像上次也是这样哎、欸。哇、哦，你那好烦哦！超烂，你超烂。啊，看一下，我不知不觉已经升到30等了。哎，哎、欸，哦，紫色。是多少？ 0.07 跟玩家尬掐哦，跟他们尬掐，把他们钱骗过来哦。啊，对嘞，哦，为什么好像都是被骗的那个？开局赢了 0.5， 可以。OK， 最后一箱，最后一箱，定胜负，定生死，赢了，赢了，碎。赢了啊！可是有超过十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哦，赚了。来啊！有没有玩家要跟我尬掐？有了，来了，有一个要来送钱的。哎呦，开局他赢了我一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两箱，这个很快。哦，42赢了，削了，我靠，赚了，赚了，赚了，赢了。我小啊，他不可能赢了。你偷开外挂、哦。谢谢，你看风水轮流转。我操！15块美金直接变成51块。这些人的等级都怎么都那么高啊？他们就抽很多、啊，你看我随便抽一下30等的，谁叫我？啊，随便抽。嗯，好啦，随便抽白痴。哦，开局开出一个好料的21块。哦，21块，稳了稳了。你看，就很好赚钱的东西，那、啊、是不是？
哎呀，找到方法了啦，转这个15块的就对了啦。哎呦，疯狂洗钱呐、啊，各位，我们要有梦想，一次就发家致富。哦，这个72块加入，有可能一次不用不用72块最贵的下去哦，来来啊 BOT 没关系，跟他尬掐跟他尬掐，哎呦差点金刀21块，你看这个比较刺激哦，玩这个就好了，21块 OK， 目前我是赢的哦，目前我是赢的哦，目前我是赢的哦，哦这个好像玩了有点违呢，干嗯哦，再来，冲，跟机器人玩，跟机器人玩，哎，破大没有了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只要赢一把，我们就赚回来了，赢一把就靠腰嘞，开局就赢我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抽金刀，等一下金，哎，他两把都赢我，想说抽会中就会中，金刀，完了，好像落赛了。好像差不多欸，哦，其实没冲冲就对了，冲上头喽，冲了，哎呦，你的钱要没了，不会不会，等一下赢一把回来就回来了，那这里必出金，能说你会赢呢，必出金哦，金啊，哎，赢了，你看这样就赢回来了，轻轻松松，冲，全部出手赚一二五，可以再来。哦，连三输，再来，冲，什么大赌上胜？大赌是郭台铭 ，OK， 赢了。你看，大赌郭台铭，那贝贝储蓄宝，等下继续赢。完了。没关系，再来，我们还有扣的，上一把有赢，可以吧 ？OK 吧，喷个金，哦，这把稳了，这把赢了，赢就是赢3000多块了，各位，哦，完了，要没了，老哥，这好像是最后一次，拜托了，发家致富哦，发家致富，靠这把，靠这一把了，这一把没有就真的没了哎。没有他的戏，没有紫罗兰狂出哎、欸，完了，哦吼，没了，没钱了，三把紫罗兰，啊为什么啊？陈光宇超开心，冲，这里冲，看到输个吞口，输个吞口呢。